今晚是一个特别兴奋的一晚，尤其是过去这一年都特别的困难，那么在那么挑战的一年，我觉得可以得到这个金牛奖是特别的兴奋的。对我们来说 Juventus 这个是我们的很骄傲的一个里程碑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更加努力，让大家都知道 Juventus 是马来西亚最有具有影响力的蛋糕品牌。